夕阳红枪法。哎，这个游戏也没影子，兄弟啊、哦，有影子。曹管是我大表哥，曹管还是厉害啊。曹管，啊，对对，你说起这个东，这个兄弟说的好，就是没有那个自定义按钮，这是最麻烦的地方。跳机场就是得在上面拿了枪就开始打嘛。哇，这个人800斤。录视频，录视频没关系。怎么玩这个？这个他等公测应该可以玩吧，或者开第二次内测。用的什么手机啊？我用的是小米6。哎，没有高帧，差评。不是没有高帧，是暂时。哎，有人。哪个好？因为刺激战场并没有出。什么意思嘛，兄弟？狗我吗？多大？这个人三级。感谢这个什么什么你们好的那个不漏车联机，谢谢。SKS 不要 ，SKS 不要。对，有脚步声提示的。7.62，先跑一步。感谢大家送礼物，谢谢。全的自带全息，对，自带全息。电脑没有提示。S 不要，哎，我怎么掉血了呀？ S 15不压枪，这个是怕是雪哥才能做到的，我这个只是吴文伟，好吧，做不到的。没有高帧，说起来我喜欢吃猪的。那我可以跑路了。看柔和，这就是柔和，这就是柔和。哇，我的边开始疼了。哇，这个还好吧，这是内侧的。
方关了，我就看不了那个消息了。远程手枪太近，我没有见手枪了。哎呦，听到这没有车啊、哦、这么远的圈。